你来这儿有什么公干？我在两江总督衙门当差。这儿是佛门禁地，小姐怎么能恃强行凶、随便杀人？你少管闲事，你勾结匪盗，硬要连坐。我出去就是为了找他。几年没见，你还要饭呢？要饭没出息，比不上你陪着架上造。 像个有功夫的人，他的功夫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。因为他一天到晚喜欢喝酒、装疯卖傻，有些无聊的人叫他醉侠。你们真是活腻了！我的剑术到了，他的功夫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。我掌刑律，岂能为了本身的安危而玩忽国法？ 小小年纪，何必赶尽杀绝呢？